你讲的这么流利，你跟我说你会一点点，日本人不可能会那么会中文啊，不可能啊！我跟你讲，不可能，这么会中文的早就去当翻译员了，还在玩第五人格。可他跟谁双排啊？这没双排打三个时段，不可能先知跟勘探是这个 S 挂这个 S 的认知啊。这个陈之山知道 NUB 是谁吗？为什么这样多打我一下的那个啊？看不太懂哎，没意义啊。印尼人，印尼。对啊，他不是日本人没有错啊，但是印尼，我蛮惊讶的。印尼呢？印尼在玩亚洲服。有这个人在 YT 吗？我查一下。NUBS 也真的有他哎，我来。等一下，刚才是发生什么状况？为什么机械师先知全倒了？这什么意思？啊啊！Holy fuck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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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啊！因为你有薄命，我才这样子做的啊，不然呢？干别怕，我们只剩江能赢了呀！你干，你们这个20秒两个人修30%，绰绰有余，一个限制，一个前锋哎、欸！你把风机封了机制，你再走就好了啊！你看我们现在还不是全倒，那你刚才干嘛不修哦？哦。
哦，我的天哪！啊，大哥，你倒不倒都一样倒，你们干嘛不休息呢？对不对？结果娃娃修了一台机。那既然你们都要这样子修的话，何必？那传送已经交了，不是吗？你们走啊！干嘛？我的天哪，我的老天爷呀！哇，这个真的，这大象是野天兵的。Really, nigga？ 啊，这仙子为什么会走中间呢？我啊，干这个神能三跑，我真的也只能说，这真的是这个大象是自己问题很大。你人不好好牵，不好好抓，干嘛的？你在干这样能三跑？哦，看不下去。